Gratias tibi pro patrocinio tuo. Plurs homines propter unc canalem non tae debit. Gratias ago tibi. Hello，大家好，我是 Max。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就是买房子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些地方。那以简单讲，买房子的时候，除了房型，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现在目前这一个建案，它每个房型，比如说两房或三房，它的格局怎么样？其实都有很多，竟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平面图，这一个设计图，其实应该说你能够了解的很少。当然，它交屋之后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哦，这里是方的就方，这是圆的就圆的，这绝对没有问题。它的空间多少多大，其实都跟设计图都是一样的。但是唯一你无法去预料，就是你等你房子盖好之后，就是你房子四周围的环境，这是你无法预料的。简单讲，就是未来会在通风上、采光上以及噪音上，就是会让你在事先无法去预测，以及在生活便利性的部分，这些都是在你买预售屋的时候，你顶多只能看到格局图以及它的样板房，但是你根本不知道盖好之后，接下来你会遇到什么情况、什么事。那 Max 现在就把 Max 住在青浦这边，因为 Max 现在介绍是，如果有想要在青浦买房子，想要这边定居，那可以听听一下 Max 在这边住的快5年的真正的生活上所遭遇到的问题。第一就是同你这边很会下雨，好，如果一旦下雨的话，其实你的衣服就只能晾，就一般我们都晾在阳台，但是因为下雨天衣服又不容易干，虽然说不容易干的情况之下，其实家里面一定要买，就是按妹子来讲，妹子是以前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要烘衣服，知道以前的烘衣服的理解就是那种在家里面单独买一台烘衣机，但是妹子买到青浦之后，因为感觉到当时候妹子刚买的时候，其实妹子是一个人住，所以那时候对洗衣服没有太大的需求，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住了几个月，突然发现青浦这边很容易下雨。一旦下雨之后，你衣服虽然说披在阳台，其实它不容易干，因为青浦这边也很潮湿，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连续下几天雨，你衣服要干不了怎么办？你有可能就会变成说你要拿吹风机去把它吹干。所以后面那次决定，如果真的要买洗衣机的话，一定要买洗衣烘。那事实证明，这已经解决了 Mess 的家庭的大部分问题，洗衣烘真的是最棒的。但问题来了，如果说你买这个房子要只有一个阳台，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阳台这边的空间大或小，其实这就很重要。那再来就是青浦这边风很大，有时候大到让你无法相信，怎么风这么大？那风大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个困扰，就是阳台会很多灰尘，真的很可怕。其实平常阳台顶多就只有洗衣服、披衣服的时候会出去，你会发现只要每次出去的时候呢，确实在阳台这边都有很大的灰尘。那当时候妹子入住之后，在我们这个社区，其实就有些住户就反映说，因为房子它有很多面向嘛，东南西北。就有些住户会发现，好像是某个面向，因为有可能每次风来的时候、雨来的时候，可能就这个面向就刚好迎着雨，
迎着风，所以整个阳台就会很热闹，有风雨，所以呢，衣服更不容易干，后来又更容易脏，所以当时候就会社区的这些住户就提出说，是不是能够在阳台这边加装所谓的铝门窗，就是把它隔绝起来。那 Miss 比较喜欢这种没有，比较喜欢没有封闭式的阳台，因为感觉视野上会比较开阔，那衣服脏就脏了。那因为 Miss 现在目前如果真的下雨天，就直接用洗衣烘，所以衣服也不会在外面晒很久。但是 Miss 有试过，如果真的一直下雨天，你衣服一直都晒在外面的话，不收，其实衣服有可能很快就会有味道，就是很味道又潮湿，加上你如果放很多天，它经过湿气又加上空气的灰尘，衣服其实都感觉就是你如果穿了就知道，就不是就感觉有可能会没那么舒服，所以一般阳台一定要就是感觉要大一点，后来会好一点。因为你阳台有可能还有其他东西，那再来就是，目前在青浦这边，不管是两房或三房，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户型都是没有前阳台的。那 Emas 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除非你买了房子，你可以确定你现在买的这个面向前面没有大楼，就是前面以后不会盖房子，也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会有一个永久动距，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考虑有没有前阳台，因为它采光就会好一点。先不管阳光是从哪边来的，最起码你知道前面没有遮挡，你的光线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你前面一定会有遮挡的话，那前阳台就很重要，因为 Mess 现在买的这个是没有前阳台的，所以。其实它也有开有，就是它有窗户，窗户也不算小，但是你就会感觉到光线还不够，感觉光线好像还不够，你会希望它能够再明亮一点。所以呢，采光 Mass 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是买有前阳台的部分，那可以肯定就是你前阳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落地窗，就因为它要开门出去嘛。它要，所以这时候你的采光就会有一个更大的保障，光线的充足。那客厅，因为客厅如果有阳光、有光线，其实住起来会很舒适的。再加上平常如果风不是很大，也不是，就是说，你如果打开你的所谓的这个落地窗，吹着风，会有光线，其实是非常舒服的。那现在。再有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太阳从哪边起来，太阳从哪边下来。因为现在目前住的这个房型，它的朝向是属于太阳真正会接触到，会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其实都就是阳光会进来我们家，其实主要都是在夕阳的时候，就是西晒。那是呃就是妹其实以前不懂什么叫做坐北朝南，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理解。妹子只是觉得我想要看这个，我想要房子想要看这里，那我觉得这个环境我喜欢，还是说我觉得这个光线我还可以接受。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所谓的什么坐向，后来就是所谓的因为坐向就跟采光嘛，还有可能就跟季节这些风向有关，反正这个都蛮深奥的，妹子也不奇怪。那目前唯一可以肯定就是目前为止这个西晒部分，以前都觉得还好，但是西晒好奇怪，就是像一般太阳，它从早上起来，家里光线也还可以，后来一直到还到还就是到西晒之后，你会发现，家里其实都一开始都还蛮，就是没有感觉温度特别变化，但是只要一西晒，很抱歉，你的房子里面的温度就上升了，就是西晒房子真的是。温度会提高，很不方便。那在因为西晒时间很短，其实它晒一下有可能2个小时，有可能就结束了。所以你一整天真正接触阳光的时间很短暂。那按照 Mass 目前去研究很久，
其实最好的方位就是，太阳是在你的左边，或者是在你的右边，或者你跟它的成为，就是它从这东到西，就是这个位置，你尽量是就是在它的中间，等于说，它是太阳从你这样子，从你的前面这样起来。你就晒到太阳，后来太阳一直到要下去的时候，一直这整个时间段，你都有晒到太阳。那如果你不知道，那是跟你讲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高铁面向站前广场，高铁面向站前广场这个方位就是最棒了，就是整个青浦当中。你找你买的房子，它的面向是高铁大门口，面向就是这个，就是大就等于就是说高铁大门口这些地方，它面向在广场的这一个方位，就等于说你只要买房子，你就要看你的面向是从最高铁从里面看到，可以看到外面的站前广场，那这方位就棒，因为你这个位置的话，你能够接受到。阳光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时间是非常长。那再来其次就是在，面向这片广场的右边，这边，啊，就是右边，右边这就是肯德基这边嘛，反正就是这一个地方。那如果是左边这边，就不建议，后面这也不建议。总之。采光很重要。Mace 目前住完之后，最大感受就是采光非常重要。再来就是，Mace 后来才知道，原来在整个青浦，它有分商业区、商业地跟住宅地。那以前 Mace 也不了解所谓叫做每个建案跟每个建案之间的动距，其实是不理解的。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其实。销售都会跟你说，但是其实我们当下也无法去理解这么多，都不会去理解这么多了。总之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动距很重要。因为当你现在买的房子，前面房子要盖了，你就开始会觉得，以后会不会影响到你的采光？哇，以后会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什么感觉你的视野？那现在可以确定，就是说，你如果你现在买房子，它是划分在这个商业区，商业区我记得是红色或黄色，如果它有给你一个整个青浦的地图，你可以看商业区，它的土地颜色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就是你只要在商业区里面的房子，每个建跟每个建之间，建案跟建案之间，它的就是它的间距是有规定的，有法规规定它的。动距时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不能挨得很近。但是你如果是往到住宅区，其实你会发现，在青浦有很多建跟建之间，它动距好小，小到有可能就是将近2个都贴在一起了。那你想，如果你买这样贴在一起，这边的房型怎么办？其实光线不好，通风也不好，那个感受也不好，所以。你要买之前，其实你要先看一下你现在目前你买这个区域，它是商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那你要去研究一下，未来如果你旁边四周围会有新的建案，那你要想一下说是不是跟你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动距上的差异，这很重要。那再有就是说，那是在青浦这边发现。因为青浦以前早期很少有所谓的一房或两房的房子，一般都是属于那种青浦早期都是属于大户型的那种三房四房那种大面积的。是后来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才陆续开始有就是有外地的建商来到青浦这边开始裂地开始去盖，就开始走向所谓的比较属于小两房小年轻人喜欢这种小就是小。小房型的，所以现在的小房型的每间不一样，
但是我也肯定的就是说，这些家它的楼梯，就是它搭的电梯，应该想说像有些是像现在最新的家，我记得是有可能一层有19户，那有可能有3部电梯，那有些有可能有13户，有只有2部电梯，那以妹子现在来讲，妹子现在就住完之后就发现，其实以前不在意说这个电梯。因为目前妹子现在住的这个间，它是有2个电梯，那只有一个电梯它能够直达地下室，跟到顶楼。那另外一个呢，它就只能在每个楼层之间。其实当时候，因为那时候入住的时候算早期，而且也入住率没那么高，所以那时候也不觉得慢。现在你只要一想到每天早上要送小朋友上学。哦，就是上班尖峰时段以及下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很烦，因为有时候当你要去地下室要开车的时候呢，很抱歉，最后一个电梯没得到，那这边又去不了。总之你会发现，电梯很重要，电梯如果能够选择，一定要选越多电梯越好，那电梯一定要都能够到达每个人想要到的楼层，一定要能够到地下室或到顶楼。同时呢，倒是最好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一层很多户，比如说一层有10多户，就有2部或3部电梯，那我跟你讲也很痛苦，因为你要知道，你这一层有十几个竞争对手，上面有更多竞争对手，所以等电梯会很痛苦。而且现在最可怕就是，一旦现在入住率全满，那你就会面临早上高峰的时候。从楼上一直坐，停坐，又停下来坐，又停，一直到你这边的时候，有可能你到你比较低楼层，电梯满了，你要等下一步，要不然就是走楼梯，所以电梯就是每个一层有几户，以及有几部电梯，那电梯能不能到地下室，同时到地下室或到顶楼都很重要，这都是要去考量的点。那再就是说，目前 Max 爬文的最终结果就是，如果我们要买房子，要买一个就是社区它最好的户数比，就是最好是在200户左右是最佳状态，反正就是不要低于100，不要低就是200左右啊，上下不要太多，因为网络上是分享说200户的话。你不管是说管理费，或是因为说完的管理费的费用总值，要去照顾一个社区，照顾社区维护它，都显得比较轻松一点。你如果说户数很少，那相对你有可能在维护方面各方面人比较少嘛，所以收的钱也比较少。那如果说户数更多，那又更复杂。所以，里面像目前住的这个社区是大概两百，也是差不多200户左右，200户上下。所以，Max 已经感觉到，也蛮累了。其实，Max 现在觉得，如果可以的话，Max 理想状态一层一户，要么就是要么就是1层2户，那最多1层3户，那。如果说这再不行，1层4户就已经很顶天了。那最理想的当然是1层1户了，后来最好是1层1户有电梯，要么就是1层2户有2部电梯，对。所以总之就是电梯越多，户数越少，但是户数太少又养不起社区，所以里面是理想的话，觉得应该大约在100户左右，100户到150户。以 Max 来讲，会觉得应该会更好一点，因为户数少，就是感觉上也比较不会比较，因为人少嘛，比较可控，人多就比较不可控。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个社区的户数很多，那你 Max 个人感觉就是你居住起来有可能会觉得
那人就多嘛，所以有可能，因为本来这社会上就，形形色色的人有很多，各行各业都有很多。那一旦户数更多之后，其实它复杂程度也会增加。那以 Max 现在住在这个社区，慢慢的感受就是，难怪有钱人要买1层1户，难怪大户型这么贵，为什么还能卖？为什么？因为大户型，1层2户，1层1户，住户少，声音就少，意见就少，所以居住起来一定会更舒服。公社在那，10个人用，20个人用，100个人用这个公社，跟300个人、400个人、1000人去用这个公社，哪个比较舒服？那是相对的嘛，要有钱。有钱人才能够享受。那以目前现在整个青浦这边，如果说去买那种所谓的两房那种小户型的，其实已经有很多选择了。但是相对的就是居住起来品质，以 Max 的个人看法，其实，某些建案真的是很可怕，1层那么多户，所以。现在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如果真的要在青浦买房，那就是以 Max 目前居住下来之后的感受，跟各位分享。希望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知道说在青浦买房的时候呢，有什么是需要去注意的，那有什么地方可以先去考虑进去，那以后在入住之后呢，就会。比较能就是事先先考虑清楚，那到时候买完之后入住之后呢，就烦恼也少一点。那最后还是跟各位，希望各位如果有能看到 Max 的影片，想要支持 Max 的话，也欢迎跟 Max 联络，看能不能愿意分享，就是跟 Max 分享一下，让 Max 采访你一下，就是为什么想要买青浦。以及如果更好的话，就是邀请 Max 去你们家去开箱，让更多人知道哦，每个建案、每个格局，以及每个社区它好的地方。那今天就到这，再见，拜拜。